女人，你跟我说这些是想要吸引我的注意。被男主角张立阳将以壁咚素人化整个都融化了。周日偶像剧霸道总裁穿梭剧将言情小说填出新境界，融化少女心。言情小说都是有公式的，只要我能破解这个公式，不是女主角我也能把你凹成女主角。剧中宋云化是言情小说出版社编辑，自称霸总专家，发现自己竟然穿越进总裁倪坏坏小说当中，想尽办法让自己成为女主角。总裁呢，不外乎就是傲娇忠犬鬼畜邪佞帝王腹黑冰上火山，搭配了女主角也不脱白莲御姐智者病娇小恶魔傻白甜这几款。至于总裁倪坏坏，根据我的经验判断，应该是还真是基本中的入门，演小中的小学生。在戏里的他看遍上千本言情小说公式，这位进到小说却成了恶毒女配角。心地善良果然是演小女主角的标配啊，那以后我跟你抢男人你也要记得原谅我哦。穿越之后，宋云化疯狂吐槽小说的人设剧情，同时开启倒追总裁模式，让粉丝直呼爆笑过瘾。不仅网络热播破百万，网络声浪也窜升第二，成功以霸总穿梭剧虏获观众的心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